不跑不跑不跑睡。我没打疫苗，另外我平常坐屋里，我也不愿意见人。昨天那个政法大学普的个子郭恒他们聚会，说那个也来，我就去了。去我本来我想走着去，但没精神，头晕，我就上了公交。一上公交，我有老年卡，老年卡坐公交是不花钱的，我就拿我这袖子里边，我这左肩呢有个袖子，袖子里边有个口袋，我那老年卡就在那口袋里，往那车那一蹭，一往就是滋一声，就说老年卡。昨天说不行，说你这老年卡是假的，那司机就把我给揪住了。我说那我买票吧，他说您不用买票，您上来吧，这老年卡呀你一直没用，它就锁死了，你得重新去激活。我说这怎么叫激活呀？说哪儿发给你你就到哪儿去激活。所以今天早上我也不敢坐车了，我就走着去。哎，我狗也老了，它走得慢，我狗在那儿呢，开快。两年前发给我这个老年卡的时候，就是我们俩走着来这儿办的啊。现在我跟这老年，我们俩在走着去，这叫农业发展银行啊，还是农业商业银行啊？只能到这银行去办。我刚才就打电话问那个农发行的韩岩松，韩岩松比我大半岁，比我早退休。我问他，当初就是他教我怎么办这卡的，他说他不知道，他领了这卡也没做过。是不是这个卡，如果你过一段时间不做，这卡就锁死了，是吧？因为老年人能领老年卡了，基本上是朝不保夕啊，夕阳无限好，只是近黄昏，说完就完的。所以你如果是几天不做，这张卡应该是能监控你的，发现你很长时间不坐公交，就把你给锁死了。哎，你为了表示你是活着，你就还得去那儿激活一下，激活就是表明你还活着的意思啊。所以我现在去激活，激活我说都得带什么东西啊？什么户口本什么我都找不着了，说带身份证就行啊。真怪，不去不去不去，说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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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去不去，说你说你王开，说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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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走走，快走，快走，二哈，对，老二哈了，12年了，开开开，快走，快。快！真鬼！等着爹，等着我，乖，坐坐，等着我，等着我，等着爹。哎，我这个老年卡，他让我激活。老年卡，
我老年卡激活怎么激啊？我得拿出来吗？我得从壳里拿出来吗？在柜台放心吧。啊，没事没事，请稍后。昨天不管用了。说一下，您先拿那个六位兄弟嘛。对，六位。必须自己来啊。就是人家拿您的卡也行。哦。就刷一下就行。哦，这得多长时间就得作废啊？两年需要激活一次，刷一下。哦，那我这活了吗？弄好了。谢谢您啊，哎，嘿，两年不用带身份证，只带这卡就行。什么也不用带，只带这卡就行。不像他们传说的，传说还得带身份证、带户口本，都不用，直接就带这卡。每两年得跑这儿激活一次。你看我闺女一直在这儿等着我，乖，真乖。爹不摔，爹不摔摔，爹不摔摔。哎，哎，来，回家回家找奶奶，奶奶爹给吃吃。不叫不叫不叫，开，不叫不叫，乖。我以为我是被人家监控了呢，啊，后来刚一问才知道，说你是海湾战争综合症，所有的事儿都往坏了想，又坏了想，然后就做出过激的反应。别人呢，家里有孩子、有媳妇儿、有组织，我是双开了嘛，啊，无组织、无纪律、无家庭，所以我只要是受到刺激，马上跳起来就蹦，啊。哎，唯一能够阻止我的就是我的狗，可我狗一受刺激比我反应还激烈，狗急跳墙嘛，啊，我还不如我狗呢，我狗还有牙，犬牙，你看我牙都没了。嗯，老年卡每两年得激活一次，不是说你被监控了啊，两年得激活一次。老邓啊，韩岩松啊，你们那俩都得激活，一个比我大半岁，一个比我小半岁，不然你那老年卡死了。不走了，开开开开，坐坐坐坐坐。
开。开不去，开开，开开，不去。说那孩子多讨厌，吵狗汪汪汪，他妈也不管，这野孩子只能亲爹管，不是亲爹不好意思揍你，是吧？一揍你跟你翻脸，狗也是，必须有好的主人，不然满街跟战狼似的惹事儿去，拉仇恨去，哎，狗你就是狗。开说，说说，可以开开。放开！金龙骨头我先没看，金龙骨头是不是金龙骨头？是不是有一个小房子在顶上一个装的？让我画了一千包，是不是那个
别动。哎哎。开开，来来来来，这个这个这个。这个